台中市太平区的马卡龙公园十月底才盛大启用，因为里头有11公尺高的溜滑梯，深受民众的欢迎。不过有民代前来会刊游具区，针对家长反映遮阴严重不足，游乐设施裸露的铁条、钢筋潜藏危机，要求改善。台中市建设局表示会立即改善游乐设施遮阴问题，涉及了周边的建筑物，不排除会先搭临时的帐篷。长11公尺、有着马卡龙颜色外观的溜滑梯，就是近期台中超夯的游憩公园。尽管是平日下午，依旧出现满满的孩童来玩，但近期却有民代来会刊，发现这样休息区不足，甚至游乐设施裸露铁条，增添危险。那你没有楼梯可以上去，不方便。多一点遮阳休憩的位置，好像没什么可以坐的休憩的位置。不少家长觉得游憩设施都有依照法规，安全性应该没问题，但休息区真的明显不足。另外遮阳部分，由于现在是入冬，晒晒暖阳还算舒服，但如果是夏季前来，可能就会一下就晒到头晕。那马卡龙公园现在也有一些遮阴的设施，有关反映遮阴不足的部分，我们将评估增设。短短启用不到2个月，就破万人前来朝圣，除了要持续维护游憩设施的安全，建设局也将在假日人潮高峰时期持续增派巡查人员轮值维持秩序，学龄前幼童也需要有家长陪同，确保安全。记者黄建明台中报道。